鲸就是海洋当中的霸主，看他这个架势也是海洋世界当中一道独特的风景。虎鲸它的身长可达十余米，体重更是重达数吨，元神服饰盖着黑白相间的斑纹，仿佛就是一件华丽的战袍。鲨鱼是海洋当中的顶级杀手，是一个非常狠的角色，瞬间水就被浸染成了红色。看到这个场景，相信没有海洋生物敢去招惹它。快看，海洋当中的霸主鲨鱼竟然也有被捉弄的时候，被尴尬的卡在船缝之间，无论它如何去摇摆自己的身体都无法挣脱。鲨鱼这一刻很无奈，自己海洋霸主的颜面何在啊？巨型正义是海洋当中的巨无霸，它会通过各种方式捕猎自己的食物，直径它伸出长长的触角就将海洋生物放入自己的嘴巴当中。像这种巨型章鱼往往生活距离海平面65米的海域，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一种章鱼。巨型章鱼特别善于伪装自己，之前它的触角牢牢地缠住鲨鱼的身体，让其无法活动，无论鲨鱼怎么反抗都无法逃出巨型章鱼的手掌心。